琴比较难弹一点，钢琴比较好弹。好了，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子和弦了、啊。和弦要先背啊，像同学，我不是教你们，不是这样的，哆发西咪拉瑞嗦哆发西咪，对不对？好，一路下去。那这首歌的话，等于说从瑞曼拉开始，比如说哆发西咪拉瑞。如果从瑞开始，这首歌从瑞开始啊，瑞，我们把用一直瑞嗦。哆发西咪用大和弦，因为是小调啦。那同学呢可以回家怎么样，我是比较建议同学啊，就是不是用哼的吗，你先把那个旋律啊，旋律再会哼一下子，比如说这样子，哒滴哒滴哒哒滴，然后拿着谱不是有吗，都抄给你们，那就对着谱唱，那顺便学习看谱，不学习唱谱，你不要连谱，你就是猛练的，这样不行，你就先谱在那边看，看完会嘴巴会哼的，你看发咪瑞咪发哆西咪瑞哆瑞咪西啦瑞哆西哆瑞咪发咪瑞咪发啦西啦啦嗦啦西哆，这样练，然后顺便练看谱，然后嘴巴也会唱得准。有些同学都不开金口，那个，你不开金口的话，怎么样？脚痛了。膝盖。哦，那你是特别做，来，你找个特别做给他。没关系啊，蛮累的，就是没有练那么，他我现在他练很久了，那谱的摆这边的，哇，那个密密麻麻的，
可是它很死啊。那同学，如果你程度够的话，你也顺便自己即兴一下子，比如说尝试 experiment 的。那你看，光是这个的话，我相信能够做出来已经很少了，因为为什么呢？也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 re sol 都好 ，re sol 都发西咪啦，对哈、啊，都在这一块，你们应该旧同学都看得懂嘛，对不对哈 ？re 那假如说这个是 la re sol 都发西咪啦，对不对？好，那和弦这样进来 ，re 和弦进来 ，re 和弦，假如说前面我们讲到最简单 ，re sol 都发好了，好不好？就前面的发咪瑞咪发的西。咪瑞哆瑞咪西啦，对不对？瑞嗦哆发嘛，好，那你们现在和弦的认真二会你会打没问题，而且你会规规矩矩的。像这个，我相信大家在座人都可以弹得出来，只要你练一下，你都可以弹得出来。好，问题就当你即兴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即兴的时候，好，你现在假如说 re 和弦好了， re 和弦也告诉你了，假如说这样的好， re 嘛， sol do fa si mi la 都在这一块啊。好， re 的时候你碰到 re 和弦怎么办呢？那好比我以前教过同学这几招的，对不对？就是我也告诉过同学这样的，把地盘都告诉你们了，对不对？要踩这些音，就是 re minor 嘛，是不是这些音我都告诉你了？ sol 的这些音我也告诉你了， sol 和弦的这些音， do 和弦这些音也告诉你了， fa 的这个和弦也都告诉你了，就踩这几个音嘛。假如说是死的，好，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最重要的问题又来了？最重要是节奏你抓不出来，你一弹你根本就没得碰的，那节奏你出不来了。你节奏你可能是这样，你可能是这样。对不对？你可以弹得出来，你现在只能用一拍一个音嘛。比如说，可以啊、哦，一拍两一个音嘛，啊，一拍两个音好了。一拍两个音，一拍两个音，好，问题又来了。就算你心中有一拍两个音的时候，那你怎么凑得出来？你这个手怎么样凑得出来？怎么用得上去？用上去你变成要很熟练了。那更何况你如果是把那个你那个所有刚刚那个心中想要叫什么节奏叫出来，那就是要踹啊。可是我们学琴的人搞音乐人，也就是这一辈子都在搞这些东西嘛。就在传这个，就好比说你今天又只要吹别的乐器好了，萨克斯也可以，对不对？或者拉小提琴或者是别的乐器，那你插音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这些音，比如说 re minor 对不对哈 ？re minor 7，这几个音全部都可以插 ，re minor 9度、7度都可以用，那你就把它填上去啊。那嗦和弦也是一样，9度、6度、7度都可以用。然后呢，这些尽量4度音尽量不要用，然后回进到哆，这没有问题。哆和弦大家最清楚嘛，对。然后同学自己去踹，乱弹都没关系。这样的话，你就试验一下，你们就可以试验了，自己踹。